AM 一四零，湾区中文广播之首，熟悉嘅声音，熟悉嘅频道 ，KBTO AM 一四零零，喺1922年3月11日开台至今，不经不觉迈向100周年。KBTO 系湾区最悠久嘅广播电台，更系湾区第一间每周7天、每日24小时嘅中文电台。我哋致力带给华人社区最新最快嘅新闻资讯及生活休闲娱乐节目。多谢听众咁多年嚟嘅支持及爱戴 ，KBTO 湾区中文广播之首，迈向100周年。